们来大家都会啊，而且我们是大陆来吧，连大陆人都知道啊。那待会呢上船的时候你就可以来跟船长拿小礼物啦。那这个小礼物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可以跟船长合照一张，把我带回去，非常的有纪念价值啊。那必要时的话呢，必要时的话还可以贴在你家门口干嘛，讲辟邪的，麻烦你下船好不好？船长又长得那么丑吗？好，来了，我们右手边呢，上面这里有一栋防匪巢皇宫式的建筑物，是我们越南很有名的一些庙宇，叫文武庙。文就是孔夫子，武就是关圣帝君。这武庙呢，它还有个特色，还有拜岳飞。那在我们船只的右前方呢，两点钟方向。两点钟方向呢，这里也有一座码头，这座码头叫朝雾码头，朝气的朝，起雾的雾。来，让我们大家呢来注意看看这座。